墨水写字上去那一面是比较细的，好、哦、摸起来比较滑顺的，那背面是背面是比较粗的，来你摸看看，哪一个是正面还是背面，你摸得出来，正面背面好，好，那你就放上去，放上去的时候要小心哈，它变成什么样做的地方，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做完之后可能要做反，那就左右两边哈，放心放好。拿另外一个刷子，干的刷，干的刷子，另外一个刷子。从中间往外面，好，从上由上到下，从左到右这样子。他今天不要，今天不要让他有空隙吸到哈。尽量别弄紧。如果怕有风会吹过来的话，用胶带粘起来。那胶带请用这种比较容易撕得掉的哈，不要破坏那个石碑的胶带。要知道吗？就这个比较软，是中刷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用压的款式比较好。那注意哦，尽量不要太湿，让它干干的时候，干干的时候我们才能过硬哦。要往下压下去哦，那、啊、如果说压。这个压下去之后还是会有那种气泡的话，看你的那个什么大头针，大头针嘛，刺破到它气泡可以把那个空气可以跑出去。这样 OK， 可以了哈。不要让它那个铺到上面嘛。